向前的直传，这球直接找费莱尼，费莱尼想利用自己的身体，成功了，起脚打门，球进了，球进了。比赛进行到40分的时候，需要球队当中的关键球员、关键外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打破场内线，限制住，展开进攻，起脚打门，是罗舒尼奇直接窜到了球门的远角，我们轻轻的打了一下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。
踢得现在越来越放松了。嗯，宋龙好弧线，费莱尼大门，3-0，哇，宋龙完美的弧线助攻，打到后脸，费莱尼。宋龙也传得真棒，哇，大师级的助攻。碰机会，球进了，终于是打破僵局啊！下半场顶上来的费莱尼球。很漂亮，进行了突破，左脚传进来，后点，漂亮，又一个费莱尼，高空优势，在后门柱没有爆炸球，但是高空方面的优势怎么样？来。比赛无言连续扑两个点球，侯俊敏不在，发的头球还有吗？哎呦，要进，进了，应该是进了，举旗了，进了，举旗了，先开始，后点是吉尔进的吧？你看吉尔，然后再来，啊，进了，没有，进了，啊，进了，就想打。打的是叫什么？
进攻机会啊！然后传起来，好球！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费莱尼高高跃起，好球！传下球，这个速度比较大，兄弟们，哎呦，这球啊，球传得好啊！啊，而且费莱尼后点坚持，国云再次进球，传得很坚实。反击，费莱尼赢得肯定有些大，但节奏控制不错，郭天宇。